MP 魔幻力量主唱嘎嘎先安清雅裙子露内裤的亲密影片曝光后，抖出不少嘎嘎的风流情史，甚至传出网络上有安清雅的性爱影片流传。事件爆发当时 ，MP 魔幻力量正在法国表演，十二日返回台湾，首度面对媒体回应此事，眼泛泪光，速度鞠躬道歉。首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然后，因为我个人造成的措施跟这整件事伤害到很多人，也让很多人失望。然后我为所有事件波及到的所有人，就在那边跟他们说不好意思，然后道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刚才断低点，台线撤掉。而据说该影片是正宫女朋友流出来的，安心雅惨沦为小三或小四，但问到是否有和安心雅交往时，嘎嘎却交代不清。当初的交往多久？对不起，我想我可能没有办法，也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，对，就不想让再多人受到伤害，真的。嘎嘎也一直强调，整起事件要惩罚就惩罚我，而所属的相信音乐也对他的行为给出处分，要求他禁足六个月，闭门思过，暂停所有宣传行程，也将不得出席27日金曲奖颁奖典礼。至于是否考虑退团，他说公司任何处分我都接受。 YesWish 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